车进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别人还没有安全带，还没有头盔。在越野圈的这个人物啊，这个真的是挺佩服。路线走错了，这样子堵弯了，行不行？快！拿住！刀刀起来！对，想不想不明白啊？这是为什么这些人？车身的话落地是5分钟，靠的路口，改动的改到了30万。